在先暌违12年再次合作，出演 Kiwi 的新歌 MV， 掀起超高话题度。两人也合体登上时尚杂志，拍摄一系列情侣画报，让 CP 粉激动不已。金许仁国到澳门工作，趁着空档时间在饭店开启直播与粉丝们聊天互动。期间他和工作人员们聊到了灵异话题，很怕鬼的他频频缩起身子，没想到房间门突然打开，接着安宰贤走了进来，让许仁国直接吓了一大跳，忍不住大叫出声，惊恐的卧倒在沙发上。安宰贤则是出现在镜头中，与观众们打招呼后，不忘对许仁国骚扰。随后潇洒离开现场，让惊魂未定的徐仁国直呼就这样走了吗？哇，真的是疯子。后来徐仁国回看这一段直播画面时，也被自己的反应笑到不行，网友纷纷笑称明明只合作了2部 MV， 售后服务却这么长，真的太有趣了。